据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3月2日，美国马里兰州总检察长办公室的调查部门公布了一起巴尔的摩市的致命交通事故监控录像。视频显示，2月8日，该市警方正在追击一辆被盗汽车，嫌犯驾驶到来车辆高速行驶，在十字路口闯红灯，与另一辆汽车相撞，一名路过的行人被撞飞。两辆纠缠在一起的汽车一同撞进路边建筑，楼房瞬间倒塌，建筑物散落，砸向车辆和行人。这名路人当场死亡，汽车内五人受伤送医，窃车嫌犯出院后因盗窃罪被捕。死者家人的律师出庭时表示，由于警方不必要的追击行动，造成了路人的死亡。按照巴尔的摩市警方的政策规定，对于一般的财产犯罪，警方不得采取追击行为。该州检方正在审查警方的行动是否违规。